现在是幻想时间，也不是，只是提了个要求，万一找到了呢，对不对？条件当然是提的好一点，万一真有，只有没有你不敢想，那只有没有，没有那就算了。 你好拼啊，青钢影！其实我想给他的，这把剑叫亚图克。哎，七把，我还想在上海再待一年，我有点不想回去。我感觉回去事好多。 回去也没有任何必要，我他被红打死了，买了个血，回去就被锤昏，不是被锤昏，是回去必被锤昏。 你叫鸡叫了，那你该死了。我多少岁？28岁。28岁。今年28岁，明年29。我感觉我长不大。 可以，再一年哥们毕业。<笑>你又在玩战锤吗？剁碎！明宝能嫁给我吗？啊，这，我三级人吧？他在想什么？可以过来帮一下。 给青钢影哥的帮助。暴力，让我染上忘记的枷锁。我操，这人懂走位。 断切开，剁碎！这里我想越他，但是……我操，差一点！这防御塔要射出来，我就死定了。可惜他没射出来。剑魔可以打野吗？那首先，你看你的打野玩的怎么样？你打野要玩的好。 理论上什么都能打赢。再多一点血的话，我 Q 闪往这里走，可能有一点点 ，a little bit 机会 ，a little bit。Guys，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
and a little bit， 知道吗？今天的英语，a little bit， a little bit， 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点点， a little bit， 一点点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打不过我的呀？你想什么呢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啊？不保证。在想什么 ？Q 三都没打中，不过还是傻，反正都得交神，一样没差。哎，跟他们讲话。哎，炮锤又没。我就在这，走吧，回家嗨去，嗨去。没有，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六级了，他刚刚应该是差一点点经验，点点。今天还好，今天没有骗哥。我操，昨天是真的一堆麦片。精神的恍惚。真蛮痛。哎呀，舒服呀，太舒服了，怎么那么舒服？哎呀，感谢 OAOQAQ 开通的钻粉，哎，你有没有微信呢、啊？这个欧宝，谢谢欧宝开通的钻粉，我只要自保打完把微信给我。想上个电视吗 ？OK， 没什么问题。他还有大招的，我得小心一点。你有吗？不给你，不给他。那你直接发我就好了，直接发我就行了。开大往这里跑，给我！往回跑就行，往回跑他没地方跑，他往你塔下跑他也是屎，他怎么跑的都是屎。走，你看这把蜡笔哥。哎，你们上海有没有就是知道那个什么？哎，算了。我下播去群里面问呗，直播问不太好，这样就暴露出我的行踪了，未来的行踪了。我下播我再去问好了。满纸被打懵了，你们打完王不要主动 Q 一上去，除非说你优势很大。一般你打他的话是，主要这把青钢也帮我了，我们家打也帮我了，所以说这把打了为什么打？加上他自己的水润度不是很高，哎，我感觉蛮王出提亚马特会厉害一点。不计后果。啊！搞搞搞搞搞！我将切断你的四肢，我的。
我现在是越来越习惯出这个黑切的地剑，我发现这黑切地剑真的越来越好用了 ，CD 快，也肉，也有伤害，主要它很稳定，但是就是出来之前就不是很行。哇、哦，怎么被逮到了？差一点。我这一开闪现，我也得把你给秒了。理发店呢？我现在都不怎么喜欢出去理发。我发现留长头发挺省钱的，留长头发挺好的，才100块，是这样。他早就不值钱了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去看你。留长发洗头不麻烦的，不会啊，你习惯了就不麻烦。我的人头没了，我好烦！哎呀，你真不厚道呀，这卡萨丁，人头给抢了，气死！忙忙挂机。双向奔赴。他们应该没了，对面这把应该 K54了。哇，卡萨丁好猛。哈哈，这卡萨丁好像有点猛，挺厉害的。我操！你这把中路线吃了，又来吃我上路线，这哥们怎么玩？是，他想吃我这个二塔，你知道吗 ？Nice。这卡萨丁看上了我的这600块，不太贪心，一人吃三路，没有他吃2路，往前走一点，这个是啥？错了，别，你听我说，走了。明宝为什么不玩贪欲假修？那个装备不适合我呀。我也出过，但是怎么讲呢？没用了，很多时候没用了。那、啊、当然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我的队友总是暴毙，然后我如果出那个装备，我没有伤害，我也留不住人，追不上人。这装备没什么机动性。我操，打不出来，我好痛苦啊。妈顶不住，
冬天到了，是这样的，理解一下哈，不是想发病的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这冬天空气不太好，鼻子敏感，急死了，给你一拳。还好前面这几个都打出来，两个还是三个都打出来。苍蝇搓手。新来的别怕，老观众也怕，老观众别怕呀，这老观众都睡着。用手机照明很容易打出来，我知道看强光容易打出来。哎，打喷嚏为什么看强光会容易比较打出来？这是什么原理？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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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雾七九一，太疼啦！为什么看强光会容易打喷嚏打出来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用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下。不过确实，我看强光我也想打喷嚏，那我就不知道这原理是什么。啊！跟你们讲话，完了要被啊！哎呀！都怪你们死了啦，都是你们害的，拜托不要去讲话好不好、啊、就被你们害死了，害死了，就被你们害死了，烦死了，他真的烦，烦你，烦你，诶，不用买这个，买个这个好了，这样会肉一点、OK，这样好看啊，算了，这样好看，这样好看，不对，这样好看一点，这个摆放有讲究的，有美学的。主播真的瘦，那没办法呀，天天叫熬夜，天天叫熬夜，他能不瘦吗？瘦死了。啊！这要干嘛？他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我的妈呀！把红 buff 还我！哦，十八杠二杠四，这干嘛要秒他呀？哎，还不给秒，拿下兄弟们，那你们关注，还放了个先锋。